哎，这没人吗？杀天风。这都没打中吗？人都傻了。接着追。这都空刀吗？人呢？哎，别咬下来了！给他烫鸟的这个前锋就死定了。没电机呀、啊！妈呀！最后一台在修喽。空姐又修不完，一个光源加速加上这两个减速，修得完见鬼了。还是土不爽啊。
前锋个锤子。真不想杀前锋啊，杀前锋我带金身干什么呀，我宁愿杀空姐我也不杀前锋呀。那空姐至少铁屁股还被削了，那前锋有一大堆球。打喽，交不交？已经有人在摸他了。这空姐的怀表我都不带了。打了个受伤，不然等会儿麻烦。我不挂着了呀。那我挂着了呀。怀表不好吗？哎，我没牵气球加速啊。哎，无所谓啊，他敢撞吗？你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。现在就两个人在大房，空姐在那边不修了呗。空姐戳箱子去了。
哇，看还黑杰克打多了，我就没打过黑杰克。昨天还把那个截图发给了那个群里面的人。如果这一周任职分结算的话，说不定前锋还能拿个牌子，最少也得是个 B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开，你等我五秒钟，你等我五秒。先别开啊！好，你可以开了。哎呦，这个人贼喜欢玩那个螺旋球。还好有困兽之斗，不亏。再吐他一口就好了，他就动不了了。OK， 还能拿一刀。那我换人怪啊。不是干用了，前锋还死得快一点。不是，这黑妹是在干嘛呀？等骗谁呀？只要这兔丝不空，他救不到人。空了，给力哦！过半 ，nice。玩蛇。站了。我炸了！我早知道我就往鬼屋走了，我鬼屋走还能捞个空姐，我往这边走白给了。如果他把电击亮了，这把平了；没亮了，我还能打。如果你不动的话，你就吐中了呀。真亮了，没了呀！再打个锤子，还换的是闪现。挂 VIP 还能打，但我懒。
在二楼。哎，不守吧，我都要守了，铁定平局。估计是不会过半的，他这边肯定是卡半就。再还不如守尸呢，那还不是一样平局吗？还不如守呢。赶一赶试试吧，万一赶到了。应该换传送了，换闪电白给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头大，又是前锋。哎，这把前锋又要锤了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兄弟，兄弟，等我一下，哎，给力。你的前锋拉了个长球过来了，一只刀跑，带个金身废一个角色还是挺不错的，带闪现抓人快是快，这前锋个搅屎棍一直在搅。够了，再拖二十秒。再拖十秒。这把拿头无赢，不救了。这是个残血的，吐一口就死。满血的已经过桥了，走了。
里面吐一口，万一就中。我感到都已经飞了吧。板子都下好了。不着急啊，我慢慢打呀。我存一屁股丝200，然后看见人直接高速公路走人。四台机都在这边，你。终点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啊。调试机子都不敢碰。都炸乌鸦了都。再给你加一层，哎，啥红夫人强不强？等我进游戏看不就知道了。他万一只是一个一阶段弱，二阶段强的呢？就跟爱护鬼一个样子。怎么运气这么差呀？前方我也锤。挑来挑去的，杀前锋完事。早知道带闪现了，运气这么差，抓了前锋锤。开个球直接开没了，开到大黄去了。金身白给。这把要平了，运气太差，技能也在做了。哎，这两个人你放了吧，他们两个就在上面摸，你不放吧要丢两台机。所以我选择蓝人嘛，蓝人好打一点。调完室再修，那应该是那个前锋救，前锋应该没什么球，拦得住还能赢，拦不住没了。
不是他救，另外一个人。这个屁卖了。美兰珠。救不到，救不到，你救不到。Nice。还可以打。僵尸赶不到，趁这边还能小机子。我又要去蓝调香了，他跑死我了，真以为我不敢出刀啊？我不着急打。说不定还能捞一个哎！算了吧，我看到黑妹过去了。这主要我就看这个黑妹敢不敢贪，她有四层猴，我看见她往小木屋跑了，快点！哎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没了，打不开。面子给的真足啊，你别让我听见你敲账了。不敲，这干脆都不敲了。前锋在二楼那个二号站，空姐空姐也可以锤，这空姐估计是带那个的。等五秒，等五秒，等五秒。哎呀，铁屁，应该不是铁屁股。真不能交啊，前锋在附近啊。这都没抽到吗？我人都傻了。他的帐篷运气不好啊，起点两个救人位怎么打呀？车直接走的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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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没了。那盲女的终点修，两个人下来了还得磨。不能让他们磨，
给锤。修。盲女救不了人。这边空姐是要摸好的，看有没有 VIP 吧。空姐救我，赌这个空姐没怀表。所以我不拦他，我这边等吧，坐等他刷分。我赌你没怀表。你要是有怀表你肯定扯的嘛，你没怀表你肯定就不敢扯，看都看得出来的呀。盲女救不了人，过来了。正好考验你技术呗，来蹭个两层，我看你走不走得动。突然就翻了盘。不着急逛，来过来踩个丝，杀救人位多刺激啊！杀那种先知都是会溜的，杀那种救人位没怀表。好锤的一匹，一个前锋小木屋，一个调香师社院，这板子都不下的嘞。你是真敢翻？退回去了，这把节奏也差呀，这还套个鸟嘞。好像莫名其妙的我又开始杀前锋了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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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是真炸了，弹刀了。
还敢翻啊？胆子是真的大。就接着翻呗，胆子大就是为所欲为的。没拖走。真敢撞啊！你这胆子，你还敢撞吗？尖叫全民保这个调香师呗，好难打呀！我日。你还有加速、啊、莫名其妙的又翻了。奶奶的臭箱子。破土再配一个破砖点，给力啊！那小木屋好像还是个潜源空。空姐还好，你说这带了个弹射的空姐，你看这弹了个弹多远？就带着弹射呗，这就不带怀表。我真敢丢，知道提前下班。有点亏，我等一个不认吧，反正他都已经抓不到了。
你用隐身过去追也是白给，不如等一个不认一样的。难打呀，他枪没交，铁峰在那边修，觉得空姐屁股挺能坐会儿，不修了，铁峰过来了，不贴联手啊，贴联手我也不出无刃，他肯定要开球的，我出无刃我也炸。那一刀果然还是要打前锋啊，这下好了，我金山交了，我怎么挂上人呢？你就躺着呗，那我刷前锋去。难打呀，还有最后一台已经在修熊屋，然后前锋打骚扰，再派一个人过来救。双救啊。这个人是一定能救下来的。啊！没椅子，没了呀！这把是真没了。在那边搞瓜皮无刃，搞翻车了。我打你个蛇。椅子还被用了，应该是平了，还好不亏，沿着不去走一走吧，挂人加速加一刀斩，走个锤子，还好还好，不是特别亏。还小丑呢，好久不玩小丑了，你谁爱玩呢？谁爱玩谁玩去，我百分百去玩潘丁。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前锋在那边苟着，好像还好。真就直接跑呗，我板子都不用踩了。
觉得需要给他加成 buff， 让他慢一点。我的香水喷的。不亏，稳赚。救我！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跑不掉。我跟你说，这刀你必死！呀！哎呀，救！惨了惨了惨了，有点亏，很亏。这波人还不好拦，估计是想救就救的，拦不住。打针对吧？有 VIP 就好，我打，好，前锋摸，哦，空姐摸前锋，哎呦，这都开球过来了都，突然只剩一台了，小木屋是最后的鸡，这可咋办呢？前锋有球的话他救得到，没球的话救不到。慢的，再见。我有怀表，他翻第二块板子就死。哇，为什么这会带着小木屋啊？鸡仔那手守不了了，这边就秀完了。该死的欧洲人，你敢点吗？你又不敢点。
这么无情的吗？都不回手掏一下，我还想看一下这有没有人开门。这边下快板，等我有人玩鬼屋转的话，还能来一个滑板加速。我先修一会儿吧。这皮肤丑是丑，它虽然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它手感好呀。你就是球拉的再菜，它也能撞着。真的骗你们干什么？等会儿鬼屋机子让起点的人补吧，发个信号。开球喽！哎，秀起来！这个人都不回头看的吗？你这不晕晕了个半死？你抓那个小僵尸，僵尸都死了。三二一，不过他跑起路来，你看到的头伸的贼长贼长的。他要蹦了，这个人要蹦了。哎，一厘米球，你气不气？看那个皮肤的好处没有，即使你拉球拉的再菜，他一样能撞到人。空姐别来啊、哦！来跳一个我看看，给力哦！这是经历过路人的一波喷练成的。这还能换啥？哎，我机子你不补啊，你跑哪去了？哎，真白给！你直接修我机子不就完事了吗？不要重新搞一台。
还好，强势没倒，还可以打，直接点，没必要等。真给力啊！跳过去，跳，哎，跳过就对了。说不定这个铁先知就走了，说不定我等我抽个箱子抽了个球还能捞一手。你又没那个，又没闪现，你怎么锤死我呀？那位老哥嘞？你不救人吗？真不灵性，快乐呀，真快乐呀。石像这边是三连了，还红蝶呢，这红蝶估计要晋升了。其实这金身也得装，这还能该中的呀。都看呆了，你经常就憋着呗，你就在那憋着，这不信你不交了。交不交？你终于交了，哎，真能逼啊！
以啊，这个结实。哎哎哎，哎，玩一下手机可好？你就切一下。切呀切切！哎呀妈呀，终于切了。这边只能丢两台，这边医生，等会儿金身我还不好救。先把它摸起来吧。马车这么修的吗？可以，金山逼出来了，医生牛逼，那这波撞死他。要我走，差点去世。要好了是吧？厉害呀！轻轻松松就赢了。他这波金身就不该交，交了就白给了。我觉得我还可以装一下，但我怕装了我没了，所以还是走了。怎么没开门呢？这事也没发信号。好像可以回手套。可以，既然赢了呢，再来一局。
擦娃娃呢。怎么半天没看到女巫个影子呀？心跳应该不是女巫啊。踩他的丝。哎，杀前锋了。挥手不投。兄弟，再顶一下，再顶一下，我待着不伤了。这波他保证挂不上人，还能倒地修机，当一个快乐的搅屎棍。这死的也太快了吧！这还造个锤子啊！待了个三层四，这里把四层给他踩了。哎，加速没了，又没了，还得没。板子全下，夜时还在跑啥呀？只能找个板区，这玩的手机稳健。他要等三层丝，然后一手回手掏，没有用啊！给你来一下，哎呀我日，他怎么出刀了？真快乐呀，球拉的也爽。把四踩了，兄弟，把四全踩了，还有全踩了，别急呀。哎，完了，要祭天了。乔的前锋多稳健啊，纠集拉球。为什么我卡了？
发个什么呢？发个压好密码机了。干嘛？杀前锋吗？再发个什么？等条上是刺刀吧，发个来补密码机。好，是时候了，发个来补密码机，然后走人。这娃娃怎么躲这里啊？补机子呀，往哪跑啊？兄弟，死得太快了。还不知道带的啥，技能没交，总感觉是金身。等我给他来个回手套。你要是什么来着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无所谓，带金身。吓人！千万千万不要虚，人呢、啊、总要大胆一点。千，还在跳舞，跳舞起来了都，在跳舞。我日，你可真有钱。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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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快趁现在，趁现在，小手搓一搓，一把枪。哦，有空姐哦，告辞。你其实娃娃应该能修完吧？我给他娃娃再修了，那接下来没我的事了。我抽个球，怎么全是针呢？压好了，给力哦！不是，他金身都交过了，空姐怎么还能被震慑啊？哎呀，这个二十秒拖的是真的久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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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前锋，我的前锋多稳健呐、啊，稳得流油。